常感谢。要是再……咁我啱啱咧就進行咗 Diablo 四 beta 版嘅直播遊戲直播咁樣嘅，咁進行咗兩個零鐘之後咧，突然間就停止咗。咁樣其實就係話收到嗰、那個即系 YouTube 咧，佢收到版權持有人就話我侵權喎、哦。咁咧就咁嗰個 YouTube 系統咧，佢就出咗話我要再受個教育咁樣喎，然之後咧就遲啲一月十七號咧就先至可以再恢復翻咁樣樣喎。咁而家咧就發生啲情況。咁大體上呢只 Diablo 四嚟講，我就覺得都幾好，真係幾好咁樣。但係話即係你唔好用即係 Diablo 三個時代咧，你兜嘢跑曬去成個全場咁樣樣。嚟到開曬所有，然後先打咧，冇乜可能嘅事咯。個場係非常之大，基本上你係有目標去到嗰度，你嗰個技能咧，你係要選擇嗰個系列就嗰個系列，你可以重新再嚟過都得，只不過你重新要再設定過咁解咯。咁你係要基本上之前我感受得到佢咧，你選擇咗嗰一個技能，你將嗰個技能咧就強化到去頂點先。然後先至去選擇第二個技能，咁樣一路落去咧，咁樣就比較正路一啲咯。咁就感覺上都幾好，真係唔錯。咁你譬如你合道嚟講，開始嚟講就比較弱啲啦，但係你一路落去咧，咁其實效果都唔差嘅。咁樣就都感覺上都幾好，唔錯。而家咧喺我身後呢條街咧就叫做建發街，係香港最多維修汽車啊、租嗰啲的士。呢嘅一條街嚟，啊好多啲揸車嘅人士咧去維修汽車咧都會嚟呢條街啊！先行一陣，穩定安全啲先。你可以從我身後嘅背景咧，你見到咧呢條街咧係好都幾長嘅呢條街，咁樣樣嘅都係好受即係揸車人士嘅人嘅熟悉嘅呢條街就咁就譬如如果你喺外國嚟到香港揸車穩定維修但你又要去格價邊度平啲啊？咁樣咧，我好建議你咧就嚟呢條建發街，就好多啲三行啊、啲五金鋪啊呢啲咧，你可以揾到好多好多好實用嘅材料啊，咁樣樣嘅。咁另外有啲木材行嘅鋪頭啦，咁樣樣啦。嗱，你可以買啲木板翻去屋企自己，佢一塊都買嘅。但係佢呢啲咧係做批發嘅。咁都幾好啊！呢條街好，咁今次介紹呢條街就到呢度。